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以追忆。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，我爱你，对你付出真意，不会漂浮不已，请你为我再想一想，我决定爱你一万年。Now you call me, say you're sorry, give me a long dead smile. Say you like to see me, maybe just for a while. 我爱你，对你。暂停，因为我知道我刚才唱那段英文你从来没听过，对不对？我乱唱你也不知道，对不对？对你付出真意，今生今世。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，我爱你，对你付出真意，不会漂浮不定，请你为我再想一想，我决定爱你一万年。人生里面最擅长就只有这件事。刚才那个学长们问我说：“老师，你需要什么？”我 always 永远就是一张椅子、一把吉他、一支麦克风，我就生龙活虎了。离开这个场域，我就跟一条虫没有什么两样。你要是跟我说：“哎，老师，请问什么什么什么？”因为我不会回答，不会回答，知道怎么办？爱你哟。比这个动作就没有错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好。各位男同学，如果有机会进阶班，一定要学这首歌。尤其是今天，请各位暂时给我个安静的环境。今天有个非常美的夜景，刚刚好金星、月亮以及北极星形成完美的三角形。各位男同学，知道我在暗示什么意思吗？Tonight, it's tonight. If you lose this change, you will always a loser. You know? Please get your father remember. 好，你用闽南语去推想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所以这首歌你一定要会。
代表我的心。你问我爱你有多深，我爱你有几分，我的情这个阶段，欢迎各位下个礼拜的时候就来吉他上课，吉他社的社堂上上课，而且非常确定的跟各位说，参加吉他社真的是会是你这辈子最最最棒的一个选择。感谢各位，谢谢，祝各位有个美好夜晚。哎，我们顺便帮老师补充介绍一下哦，我们的社课会在我们下礼拜二。是我们第一堂社课，在我们楼下的二楼会议室，会我们这学期第一次的社课，然后是由分成进阶班跟初阶班，进阶班是从7点到8点，然后初阶班是8点到9点。那个大家如果会怕忘记，可以拍一下。对，然后我们前两周是我们的试上周，如果大家有点兴趣的，欢迎大家来这边上看看。对，然后我们也会有小社课，是在礼拜三，然后我会跟另一个教学，黄继伦，继伦，后面那边音控台的那位同学，没错，就是他。我们会带大家上小社课，没错。对吉他有问题，或是想多学一点，就问他。哦，没有，没错，就是都大家都可以问。好，接下来回到我们的表演。你现在怎么变这么胖？
就暑假的时候，我就宅在家里看以前的一些剧啊。哦，看什么以前的那些剧啊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哦，我跟你讲，我暑假的时候看了一部哦，以前很经典的，我觉得我又翻出来重看，超好看。哪一部啊？你猜看啊。MVP 情人，那是什么鬼啊？